大家好，我是超級粉勁點就全網通多瓜住360度零四個無定向真高清自家製最型肯定多個住好低死棟篤笑實力派報銷主持人簡稱小人。身為一個有12年年份的主持人，等我告訴你知點先可以成為一個神級的主持人。兩個字，穩住。首先，好似我呢啲出過鏡嘅主持人，出街人人都認得，但無論幾受歡迎，我哋都要穩住。喂，你咪認邊個啊？啊，今晚看你節目內，一時間唔記得添。呢個時候千祈唔好心急，俾啲提示佢。我是最靚仔嗰個咧，啊，我是最高大威猛嗰個咧，嗯，其實我是最好口才嗰個咧，啊，係啊，你係阿肥，嘿，我好歡迎學呢節目嘅。不過騎出嚟隔呢個超人咧，啊，做戲啊好鬧騷嘅。喂，咁難得撞到，簽個名好唔好？呢個時候一定要捉住呢個化解尷尬嘅大好機會，請指教。超人，唔係阿肥啊，唔係啊。做人有喜能做住人意呢，何妨做主持人？認得我嘅粉絲其實仲有好多嘅。啊，你咪超人？係啊，睇你咁靚女，一定要合影啦，係咪啊？你可唔可以幫我揾阿肥啊？我想叫佢幫我簽名啊。穩住，穩住，穩。除咗粉絲，喺親友圈我更加係萬千寵愛啦。但無論佢哋幾愛我，我都唔可以自滿嘅。凡事都係穩住。阿超，我工人可以成路老婆，你通通要做個主持人啊？嚇！啊，有冇有一个表叔喊点名啊 ？OK 啊，表叔 OK 啊。表哥啊，我有个新同事咧再婚啊，你可以帮佢做主持啊？吓、啊？哦，家阵有毛有翼啦。OK 嘅，表妹 OK 嘅。阿仔啊，得啦，妈唔使讲嘢，我去。表舅父，阿表我生下，你小学生嚟噶，翻去认真读书啦，好唔好？啊，有毛有翼啦。稳住，咁你有咩事啊？我想你扮我爹哋咧去学校见家长啊。上次我已经扮过你阿妈去学校见家长噶啦。一个多才多艺的主持人，商家梗系睇得起我的才华啦。但系有才都唔可以飘飘然，最紧要稳住。超人哥，这次啊，得你来化腐朽为神奇啊！都腐老咗咯，由佢啦，好冇？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我们的企业宣传口号啊，既要正经，也要搞怪。你究竟要搞怪定系正经啊？好难捞啊！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你再帮帮忙啊，给我们加点小环节好不好？帮忙做一个广告宣传，做一次广告代言，做一个晚会活动。老细，加乜都冇问题。签咗张单，我什么都做。有这么贵吗？我跟领导商量一下啊，明天答复你啊。我同佢最接近嘅时候，我同佢嘅距离只有0.0公分，但当佢讲完呢个说话，我知道佢唔会再喺我视线范围里面再出现，你一世都唔会。其实唔止做主持人嘅，做边行都唔易啊，就好似打王者荣耀咁样啫嘛，时刻都要相信稳住，我们能赢。只要你够稳，不停 upgrade 自己，胜利一定属于你。今时今日咧，净系点赞唔够啊！有咩想讲或者想我帮你吐槽，关注我哋啦，拉你入群，大家一齐玩。